走过来摆拍一下。你要干嘛？这就是方便，我得抓走啊！切！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来的。今天是大年三十儿，我们在金姐家过年。今天应该是初一了吧，国内的初一，但是这边刚好是三十，所以就过来这边包饺子吃年夜饭。但是我们的年夜饭其实就是饺子。在场的三个女生唯一一个北方人，一个四川人买了200多个饺子皮。对，蘑菇多一点。这种蘑菇，这个是蘑菇。这个是饺子皮。啊，那种还行。差不多有200个。现在正在和馅料。然后现在我们要重播一次春晚。哎呀，这个刀工了得。这没啥刀工，好像是慢慢切的。王刚师妹。哎，你们这真的吹气，真的是。他整个人就在旋转跳跃。旋转跳跃。我看你们两个抱的手法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个山东饺子。哦，你看他要往手里面握一下。哦，你看这个非常标准的灌汤包式。哪有，这是正常饺子，折皮。太专业了，哇！你看这个 focus 也好慢，我要崩溃了。哇靠！我感觉好像时间不太够，但我是刚煮好久，但我背景音乐配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当当当当当。高级产品，但是蘸调料就还好。年夜饭，哇！你不要再来，不要再来一次，有点虚火。一个，好好吃。是啊，腊八蒜吗？对，糖醋蒜。哦，糖醋蒜。这个真的好吃，吃吧。来，力大豆，来，先进一个。新年快乐！拿手机拍一个。来，走过来摆拍一下。你要干嘛？这就是方便，我得抓走啊！切！对，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，当警察，就为了让你。抓你哥哥，把你哥抓了，对，把你爸抓了。你看这个瘦子，我都让他给气糊涂了吗？这个饺子卖的，你们是真糊涂。好的。真的是团圆，我不知道去年怎么过的。去年过的。去年我不在，去年我回国了啊，乌鸡汤哎，哇，不得了。